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Rex。今天我们进行蓝牙开发的第三课。在这一课中，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教给大家如何去查找设备，以及怎么让自己的设备可见。接下来，然后讲解怎么去获取我们的查找结果，然后怎么把设备绑定起来。我们知道，蓝牙在传输数据之前，需要把设备之间进行绑定，表示这个设备是安全的、可靠的，才能进行传输数据。然后最后呢，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来把这几个知识点给贯穿起来。好，我们现在先讲这个查找设备。怎么查找设备呢？就是一个函数、一个方法的一个事情。在 Bluetooth Adapter 中有一个方法叫 Start Discovery， 只要你调用这个方法，那么就开始查找设备。按照官方的说明文档，这个查找设备的时间大概是12秒钟。那么它是一个异步函数，在查找这个设备之后，那么我们需要去监听广播来获取到查找到的其他设备。所以这个函数的用法是很简单，它需要和广播进行结合起来。如果是说我要查找设备，那是不是所有的设备、所有的周边设备，只要打开了蓝牙的，我都可以看见呢？不是。蓝牙为了安全起见，它在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可见性。如果是说这个蓝牙是不可见的，你其实是找不到了，就算它的设备就在你旁边，你是找不到它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设备设为一个可见。那么怎么设为一个可见性呢？很简单，这里也是发起个 intent， 传一些参数给系统，系统收到这个 intent 之后会弹一个对话框，询问你是否是允许这个设备设为可见。这里如果是你允许的话，那么设备就变为可见了。然后我们这里注意，这里有个参数，这个参数呢是可见性的一个时间。我这里写的一个300秒，即代表是5分钟，也就是说设备在5分钟内它是可见的。当然这里你可以自定义，这就是一个查找设备和设备的可见性。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我要查找设备，那么怎么知道我找到设备了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去获取一个查找结果。刚说到这需要个广播，这广播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叫 action found 的这么一个 action， 这个 bluetooth device 的一个 action， 返回给你什么一个设备。当你每查找到一个设备，系统会发一个广播过来，然后你从这个 possible 的一个 extra 里面去读取这个 device， 这个设备就是我们查找到的设备。那么我们查找到设备之后，我们要进行通信之前，我们要做什么？绑定。对，那下一节我们就是绑定。绑定设备也很简单，它就是说一个 create bond 这么一个方法。但是它这个 API 的 level 是比较高的，是要求 API level 19以上才能使用，也就是说安卓 4.4 以下是不支持程序去绑定设备的。这里我们要注意啊，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深度点的蓝牙开发，你的 SDK 的版本需要高于 4.4。 然后另外说到了要绑定设备，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级的权限。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一个权限 admin 的这个权限，就是说为绑定设备的，你只要有这个 admin 的权限，你才能够去绑定设备。然后前面这些都是一个基础知识点，然后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啊，来给大家讲这些该怎么去运用，这些 API 怎么去运用，它的流程怎么样子的。我们看一下代码。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工程，我们这个工程也是和之前的课也差不多。我们这里有一个 Bluetooth Controller，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 Bluetooth Controller 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获取了一个 Adapter， Bluetooth Adapter。 然后我们这里看一下，首先我们当然需要打开蓝牙，在做这个事情之前需要检查个蓝牙有没有打开，对吧？所以说这里有一个打开蓝牙的方法。然后刚刚说到了打开蓝牙的可见性。好，我这里写了一个 intent， 这 intent 呢然后传了一个 action， 这 action 呢是在 bluetooth adapter 中的一个 action， 它叫 action request discoverable。 有这个 action 之后，然后我们除了这个 action 之外，还需要额外的一些参数，即它可发现的一个时间啊，做一个 intent 放在这个 extra 里面，然后我们去 start activity。 这里我们不需要 for result， 因为它的设备不止一个， start activity on result 是不能完成这个功能的，它是通过广播的方式来做的。这里查找设备也很简单啊，
这里呢是获取一个绑定设备，我们这里把注释加上啊，获取绑定设备，我们后面会用到啊。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基础的蓝牙通信的一个 API。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例子，这个 MAC activity 呢稍微比较长，没关系，我们慢慢来。首先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它的效果。好，这是这个小程序的一个运行界面。这个界面呢很简单，这里是一个 list view 里面存放绑定的设备或者正在发现的设备。这里有个菜单，这菜单呢里面有几个点，一个是打开可见，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让我手机的蓝牙让其他的设备所发现。第二个功能点呢是查找设备，就是说我去找别人。第三个功能点就是说查看我已绑定的设备。然后我们现在讲这每个功能点它背后的一个函数去怎么实现的。首先我们看打开可见啊，这个是一个菜单，打开可见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好，这里一个菜单是 Enable Visibility， 我们就调用了 Controller 的 Enable Visible 来打开这个蓝牙让它可见。打开蓝牙可见之后，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状态的，这个状态告诉我们蓝牙什么时候被可见，什么时候不可见了，这是我程序可能是需要知道的。这个时候我需要监听一个广播，什么广播呢？我们看一下这儿，这里一个广播，这个广播呢是一个叫 Action Scan Model Change 的这么一个 Action。 那这个 Action 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说我注册这个扫描，我注册这个设备状态一个改变，当我被可以被看见的时候它有个广播过来，当我被看见结束的时候它也有广播过来，它告诉你你状态的一个改变。我们看一下针对这个 Action 它怎么处理的呢。好，注意这一段，这里是我们的一个 Action 啊，大家注意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写这个字符串的比较啊，如果有常量的就放前面，这样可以防止如果这个 Action 为空的话它有空指针异常，所以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编程方法。那么我们可以看这里，我们从这个 Extra 中获取一个 Scan Model， 那么这个 Scan Model 呢它如果是说是 Discoverable 的，那么它是可发现的。那么我这里做了一个操作，就是说顶上的进度条就开始转动，就是一个友好的人机交互。那么如果是说当我这个时间到了 time out 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可见了，这个时候我需要把进度条关闭，那么告诉用户我现在这个已经结束掉了。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一个开关，你是有你的开关是通过 UI 的方式能表现出来，不会让用户迷惑。大家以后在做项目的时候这里要注意，一定要有互动。这就是这个广播的一个用法。然后我们看我们的第二个功能点，我们第二个功能点是什么呢？是查找设备。那查找设备我们也继续看一下这个菜单的怎么操作的。好，查找设备，查找设备呢我这里首先有一个 adapter， 那这个 adapter 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一个 list view 所绑定的一个 adapter， 我们看一下它的代码啊。那这个 adapter 它是继承于 base adapter 的，它的成员变量很简单，就两个，第一个是一个 bluetooth 的一个 device 的一个数据，第二个呢是一个 context 啊。然后在构造函数中呢我们去把这个 context 的传进来，然后同时传一份数据过来，当然默认情况下的数据是空。然后这边的写法啊就是和普通 adapter 的写法一致，我这里就不再赘述。然后这里说一下的是这个 get view， get view 呢它的写法大家有应该比较熟悉了，首先去看这个传进来这个 view 是否是空，如果是空那我们就再创建它一次，如果不为空那么我们就不创建。那么这里我是用的安卓自己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list view item 来做的啊，我就没有自己去写这个 layout。 那么它这个就包含两行，第一行和第二行我们把它找到空间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取到对应的这个蓝牙设备，这个蓝牙设备第一行我们显示一个名称，第二行显示一个蓝牙的一个地址，然后最后返回出去。这里 refresh 呢主要是用于就刷新数据用的，我们每刷新一次，我们每传一个数组进来，那这里都需要一个通知去告诉 adapter 这个数据改变，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观察者模式，注册的一个观察者模式。这就是我们的 adapter， 其实相当的简单明了。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activity 上，好，刚刚我说了我们去查找设备，
查找设备了之后呢，我们没对于每一个设备我们都可以去点击它，点击它后然后就可以变成绑定。这里是一个绑定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 list view 的 item 我们都可以去点击，点击之后呢我们可以获取它，获取它之后来进行绑定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里查找设备我们那么需要对应的是一个知道一个查找结果啊，这里并没有写查找结果，是因为我们查找结果是通过广播的方式来传过来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注册的一个广播的一个监听，我们有开始查找、结束查找以及找到设备，那这三个怎么用的呢？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广播怎么写的。第一个开始查找，开始查找之后，啊，同样的，我会在 Action Bar 上有一个进度条，一个圆形的进度条，告诉我们这个设备开始查找，就是开始做按动。然后同样的，我们需要初始化数据啊，然后通知把这个 List View 给清空掉。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当找到一个设备之后呢，会有 Action Found 的这么一个广播，然后我们收到这广播之后呢，我们可以从这广播的 Possible 中取出 Device， 这个 Device 就是我们查找到的设备，我们把它添加到我们的 List 里面去啊，通知 Adapter 去更新啊，这是我们找到设备。那我们查找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进度条给它隐藏掉，所以这里设了一个 Visibility 等于 False。好，这就是查找设备。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要获取我们绑定设备的已经绑定设备的一个列表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菜单三第三个功能点，第三个功能点就是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就是获取绑定设备，然后把设到这个 adapter 中，然后去刷新。同样的，我们要注意是我们之前我们在 list 里设了一个 on item connect listener， 主要是用于绑定设备的。那么对于这个已经绑定好的设备，所以我们这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设为空啊。当然如果是说你觉得你的程序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的话，那这里你可以写把它解绑定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好，这个程序呢倒是可以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实际的手机上实际操作一下。这里我给大家解个一个屏啊，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好，可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 Action Bar，这是我的菜单，这里是我查找的设备小米盒子和这一个，然后我可以点击这个菜单。好，这就是我点击菜单的一个效果，它也分为打开可见、查找设备和已绑定设备。当我点击已绑定设备的时候，它可以把我的已绑定的设备列出来啊。这里我写了我的手机已绑定了一个 DVD， 一个华为的手机，这就是我们这个一个 demo。 下去之后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 demo 的一个原理以及它和 UI 的之间的一个操作。好，这节课先讲到这里。这节课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查找设备，二是设置设备的可见性，然后我们通过广播的方式获取了查找结果，有了查找结果之后我们可以去绑定设备，然后查看我们已绑定的设备。这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感谢大家收看，谢谢。